在安徽一线横断的山脚下，一栋晚清时期的民宅里，黄琼与丈夫正在花园里修剪花卉。这座阿琳娜花园的主人是一对跨国夫妻，男主人的中文名叫阿明，来自奥地利，德国国籍，原在英国开着一家物流公司。女主人黄琼来自深圳，她的故乡则在湖北咸宁。他们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取名阿琳娜，活泼可爱，平日顽皮地在花园里自由奔跑。我们主要是很喜欢这种乡村生活，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就是想要开民，一开始并不是因为想要开民宿，我们一开始就是想着一家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孩子可以在这儿长大，然后我老公可以离开就是深圳这种大城市的拥挤和快节奏。因为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黄琼与阿明来到了黄山一线旅游，被当地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徽州建筑所吸引。在返回深圳以后，夫妻二人便决定改变当时的生活方式。2021年，他们带着2岁的女儿来到一线，并用女儿阿琳娜的名字命名了这家民宿。我相信就是在她的这么重要的童年阶段，这种自由的感受一定会给她未来的人生或者给他自己的性格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好的部分吧。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像就反过来，可能有的人为了孩子是希望一定要去到大城市去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我们就是反而觉得就是大自然可以是他最好的老师，然后我们一家人可以在一种比较简单的比较缓慢的节奏里面，就是让孩子去感受真正的生活。从小在阿尔卑斯山下长大的阿明更喜欢乡村的宁静，更享受与妻子女儿闲适的生活状态。对于阿明来说，女儿是爱情的结晶，乡村生活是一种向往，而这个民宿更是他的精神寄托。 Coming here is more closer to what I'm used to from home, with the landscape, with the mountains, the trees andthe distinctive four seasons, with having snow in the winter, a very dominant autumn, spring, summer, the heat, it's very close to what I'm used to. But the other attraction is you can involve yourself and embrace the history and the craftsmanship and the historical sides of it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about Chinese culture, which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in bigger cities, and that is really one of the very attractive parts for me being here. 来中国生活多年的阿明虽然还没有学会说中文，但这并不影响他中国的生活。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善意的笑容，都让他如饮甘泉。他也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了自己以及中国百姓生活，希望能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最真实的中国。我们没有刻意说是要很正式的宣传，我们觉得就是一种很真实的分享，就是把他认为的很美很美的很真实的一些东西分享出去。我们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让更多西方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视角，很真实的视角去了解我们。长椅上，阿琳娜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听着白雪公主的故事。房间里，阿琳娜在爸爸的脸上贴满了贴纸。贤惠的妈妈，慈祥的爸爸，自由自在的生活让她的脸上充满了天真烂漫的笑容。一房两犬三人百花，这就是黄琼与阿明眼中生活的模样。